来看科幻，即台东的水情，第八号船局来发现，讲台东避难区的水量比过去减未四成。虽然是安尼，暗过也未来影响灌溉甲民生用水。暗过防止即溪泊啊、洪沙，而且水产沙拢打打去，民众是烦恼讲台东市会阁发生洪背沙。远远看去，差不多1.3公里宽的台东县主要河川避难区，即卖溪水敢若存到过南环的水量。台北河川局为着要阻挡洪背沙，变过伫个溪埔大量做水产，即个水产大部分拢已经打屁屁无水啊！即几工啊，若是有方便，佫扫过来透东北风，民众烦恼洪背沙会足用诶。是没办法的事情，啊，是说尽量啦，吼，我们来祈祷，祈祷他得赶快一些下雨来。台北河川局监测避难区的水量，今年可能是侪侪年来上少的，甲永过来比，水量是减四成。较早伫咧溪底古台东大桥的桥墩，即马嘛拢规个看现现。溪埔中甲北环的溪埔嘛是拢大枯枯，到今毋是生青池，就是发臭。台北河川局已经赶紧请怪手去溪埔，先甲水引去南华人口较侪的所在，来降低洪背沙对台东市区民众的危害。在水覆盖的部分的水源确实是有比较短少的一个情形，那虽然有这些情形，那我们也会尽量的用我们一些洒水车来防范我们扬尘的一个发生。台北河川局表示，这两天空气看到雾雾，不是溪埔的洪背沙，是为中国飞来的洪背影影。台北河川局讲，目前观察到水产区生的青池和发出来的草啊，已经有部分会当做洪背沙的效果。不过，也是需要雨水来保持溪埔的潭湿，才会当降低洪背沙的影响。记者综合报道。